过来吧。第几次进来了？这是。再进来要想出去，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。能被自己的孩子点进来，你也算是独一份了。走啊！ 有同学愿意上来答这道题吗？月，好，将来你来。
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江兰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下面呢，我们把书翻到23页。哎，月红，月红，你给我站住！够9.8了吗？叔叔，攒够了吗？没了。回屋去吧。爸，艳红总不能不回家呀！您看这都多长时间了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他不回家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？这什么玩意儿！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我干嘛不说呀？我不说出来，我心不甘。咱们闺女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呀？看上这么个玩意儿，这十几年，她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？啊！我的苦命的闺女啊，哭哭就知道哭。爸妈，我先走了，过两天再来。易建军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他，你别再缠着他呀，你放过他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，你放放他吧。有什么打算？我看呐，月红就先在我这儿住些日子，孩子有个伴儿总会好些，不会乱想。等他习惯了，我再给你送过去。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小艳红留下的钱是给孩子的，1300块，你数一数，学费也在里边。小艳红不让我们告诉你，他人呢？人呢？老三呐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他一年前就做好打算了，怕是不会回头了。你们早见面，你不跟我说，这人到底在哪儿？老三，老三，你干嘛呀你？老三，你别犯傻了。人家对你死心了，心都已经死了，明白吗？
三，老三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老三，老三，老三，快放下！我还堵着他。先坐会儿啊，帮您查查看，他是在成功区吗？啊，是是是。啊，您确定啊？啊，确定确定确定。好，咱们这儿一天介绍出去的保姆啊，就有百十个，哎，不太好找啊。啊，是是是，所以麻烦您了啊。肖艳红。哎，应该是这个，您看一下啊。喊的吗？对不起，肖艳红，哎，是你们什么人啊？是我妈。307吗？我是物业的保安。有没有一位叫肖艳红的人啊？啊，那个楼下有人找。您让他下来一下。你住307？对呀。你叫什么？肖艳红啊。我也没办法，这里啊再也没有叫肖艳红的了。您再看看是不是给落了呀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有的话我还瞒你不成啊？赶紧去别的区看看吧，我这事儿忙着呢。你好，金阳光家政中心。哎，有的有的有的。哎，好的好的。赶快吃啊，咱们还得赶末班车呢。我不回去。哎，你留在这也找不着你妈呀。我留下来自己找，不用你管。听话，跟我回去啊！不，我跟我妈一块儿回去。你妈，你妈她早晚都会回去的。你骗人！哎，这饭你不吃了？啊，月红，哎，包包我的包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对得上吗？他娘的，怎么可能跑这么快？哎呀，哎呀！回来了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做最爱吃的蒸蛋，一会儿就好。店里总需要干粗活吧，你看着办，随便给俩能糊口就行了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干咱们这一行就是靠嘴皮子挣钱。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嘴又不会说话，站在那跟黑塔似杵着，你说谁给咱们卖东西啊？晋太原中，晋太原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远西行，远西行，望路之远近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忽逢桃花林，什么东西啊？拿来，拿来。班长，谁是班长？你回去跟孩子好好谈谈，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。我发现他最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。啊，好好，那让老师多费心了。我觉得吧，越聪明的孩子就越需要调教，聪明得用到正道上，你说是吧？哎，是是是。岳师傅是第一次来学校吧？我记得以前都是岳红妈妈来。这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排名，岳红退步得很快，要是再不努力，考重点可就危险了。还有，这是这学期的工作安排，需要家长和我们配合一下。上周的家长会你们都没来，今天正好把这些都带回去。上周开家长会了？你和你的爱人不是去安徽老家探亲了吗？
探亲？你不会连自己都忘了吧？我这还有你的请假条呢。这请假条，谁写的？我问你话呢，这请假条到底谁写的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这请假条到底谁写的？开家长会为什么不通知我？为什么只认你那个妈，不认我这个爸呀？小妹妹，几年级的？着什么急你？放长线钓大鱼，懂不懂？看什么看？欠揍吧你！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哟，这不是三哥吗？哎呦，老头儿，几天不见，跑这来卖菜来了。怎么你也来买菜啊？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
什么事儿干不了，总不能等老婆把饭喂到嘴里吧。哎，是是。可话说回来，三哥，这几天见不着你人，那钱不是不想还了吧？哎，我不能，你再给点时间呗。你脚怎么样了？嗨，托你的福，没摔成个瘸子，只不过大夫说了让我静养几天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好啊，三哥，就你家那破房子，二楼比人家五六楼还高，我跳下来直接被人家警察抓个正着，早知道就不跳了。可话说回来，三哥，如果那钱还不还，那破房子我可就收了。哎哎哎，王驼，以后你要买菜就到我这里来啊，随便拿啊。来，这不太好吧，三哥？什么不太好的？来，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哎，够了吗？行，那就这样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三哥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行，你忙吧。哎呀，慢走慢走哈。这段时间的训练效果非常的不满，以目前的状态参加选拔赛，咱们学校的传统优势项目就要砸在你们手里。400米，拼的不光是身体素质和技术，更是你们的精神和意志。别以为训练就可以开玩笑，我告诉你们，在这儿掏一分钟懒，到赛场上你们就要付出10倍甚至是100倍的代价。好了，今天训练就到这儿，肖一飞留下了家训，其他人听我口令，解散。神经兮兮的，住这附近的呀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奇怪，奇怪，你才奇怪。
站起来，对，快点，步伐大，步伐大，腿抬高，快快快快快，频率频率。帮我报名了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人田径队都练了大半年了，就是为了这次选拔。人家下午都不用上课，就光去练跑圈。你，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去省城比赛。三哥，哟，毛头又来买菜啊？还在这卖菜呢，走走走走走，跟我玩麻将去，走走走，今天晚上麻将特别爽，我跟你讲，没你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来来来，我借了，这玩意儿借得了吗？三哥，我都借800次了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走走走走，去玩麻将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真的不玩了。三哥，你要是真不玩，你欠我的钱就该还了吧？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你说。我让你缓这么长时间，你这钱还得上我了吗？三哥，你一天到晚在这卖菜。走吧，三哥，走走走，图一把大的，什么都出来了。来，走走走走走，这真去不了，晚上还得给孩子做饭呢。豆角多少钱一斤啊？豆角，给多少钱啊？哎，我的菜呢？回来了，三哥，你看看，我全给卖光了，我都觉得我该改行了。点点，56，一分不少。我100多斤的菜，你就给我卖了56啊？一百多，上贵了吧，三哥？别，打牌去，我给你点一把炮，一把全回来了。赶紧的，三哥，家妞还等着咱们呢。滚！什么？我让你滚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别婆婆妈妈的，有啥说啥。婆婆妈妈的，那个你有啥来了？老三，少喝点，你儿子看见不好。我儿子，我管他叫儿子，你问问他，他管我叫不叫这爹。别喝了，老三。拿过来，别喝了，喝醉了。老三，
儿子，儿子，拿过什么名次吗？那参加过什么比赛？受过训练吗？那你说，你自己说，我凭什么让你参加这个选拔赛？老师，我能拿第一。孩子，别闹了啊，赶紧回去上课。走吧，啊！大哥想和你交个朋友。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萧逸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问你话呢。说叫什么名字？问你话呢。不说是吧？看你书包总知道了吧。啊，谁？人呢？走啊，追呀、啊！追，追什么？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！啊！胡小兵，以后啊，放学顺路的同学最好一块儿走，尤其是女同学，别一个人回家，注意安全。最好啊，多找几个伴儿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了，放学吧。小胡，回家了。小胡。走走走走。
艳红说了，孩子先送到省城，他带着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带孩子？小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连肉都吃不上。这是2000块钱，艳红这半年攒的，拿去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吧。艳红离开我了，我不能让孩子也离开我。那，赶快签了吧。艳红她是不会再回来的，孩子也不可能给你养着。我告诉你，前两天毛头还找我要钱呢，他说了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他就收你们家房子。我现在是好好的劝你，我们不想跟你闹上法庭，闹上法庭孩子也不能归你啊。咱们就这么大个地方，闹上法庭大家都是脸上不好看，对不对啊？你还是签了吧。啊，于老三好久都没约我们打麻将了，这是怎么主动约我们？谁知道啊，我前两天找他，他还骂我，今天主动让我给他组局，有钱了呗这小子。老徐，今儿咱把他钱弄来。我看行，我正缺钱呢。你那是缺德，老三少收你们钱了啊，要玩就好好玩啊，不玩拉倒。妮儿，你怎么每次都维护岳老三？你俩是不是有一腿啊？他媳妇走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你嘴是吃饭的还是拉屎的？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？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岳老三哪一点比我强啊？我就不明白这事儿了。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是不是妮儿？干嘛呢你？玩，来。三哥，有钱打麻将了。这样吧，咱把之前账算一下。还了你，就没钱玩了。来，陪三哥玩尽兴，来，来来来。哎，妮儿，今儿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仁哥看看来。仁哥看看来，这腿真性感。别闹啊！哎，你快一点，老徐。点炮，
这牌也能胡？九条，六条，文清，清一色。六条，二饼，指定，清一色。谁他妈你能光了呀？二条，怎么不冷清？没了，三哥欠你的。这把不用给了，不玩了。要走？你给不起你钱呢？三哥，没这样的，赢了就走啊。哦，都准你们赢了不玩，就不能三哥不玩啊？最后差距2000，爽不爽？翻2000。先走了，好吧？谢谢三哥。走吧，回家搂老婆睡觉去喽。走。哎，你们不给我收牌啊？自己来吧。妮儿，下回来啊。报名册都印好了，啊，你让我怎么加？你自己说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哎，你是哪个班的学生啊？怎么这么倔啊？我去做饭，马上就好。你就是叶红，来过来，小胖子。跑快点儿。跑啊，嗯，不是很能跑吗？小子，告诉你。今天你要是跑输了，看老子怎么抽你！我现在扛着旗上去，一会儿谁先摘到他，算谁赢。我可警告你，如果今天还想着，那我们可对不起这小胖子了。给他换身运动服。不用。他不用，我也不用。行。快点啊！快点儿，别磨蹭了，快点儿！来，踩线了啊！各就位，预备，跑！大哥加油，大哥，大哥快跑，大哥加油！
老子最恨别人打我屁股。走。回来了，洗手吃饭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出来吃饭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纱布呢不能包太紧，这是方便透气的。那个过两天以后呢，带孩子到我这儿再换一次药啊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一会儿带他打一针破伤风，在一楼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啊。来，好，你坐。来气。疼不疼？踢足球本来是件好事儿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可也别过头了，磕着碰着哪儿，麻烦事可就多了。对对，回去后我跟岳恒好好说说。看来这次比赛岳恒是没办法参加了。什么比赛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离运动会还有一个多星期，我还指着岳恒为我们班争光呢。哎呦，他哪有那本事啊？岳恒野心可不小，我都听同学说了，他偷偷练习好些日子了，说是非去省城不可。去省城？去省城干什么？通过选拔就可以留在省少年队这事儿啊，还早晚得知道。我看你干脆跟他说了吧。老三呐，有些事儿是强迫不来的。岳红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，以后跟谁走哪条路，你还让他自己挑吧。哎，老胡，老胡，我得回去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小伙子体质不错，恢复得真好。谢谢您。叔，啥时候才能全好啊？哦，要结痂的话要一个礼拜呢，如果全好的话估计要半个月。这次包好，下次就不用包了。回家多注意休息啊，避免剧烈运动。谢谢您。来，放心。Thank you.
这医生说了啊，你不能剧烈运动。我看啊，先把伤养好了，比赛别参加了啊。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啊！吃点鸡蛋啊！一会儿你们别紧张啊，肖一飞，按照平时训练的水平发挥就行，好吧？好，加油。行。你脚好点了吗？好了好了。哎，李飞，哎，坐坐。一会儿您看一下三道。三道是吧？好好。山并不远，用力去追，你在晨和光的天际线，心底有梦，摘下繁星一点点，远方有多远，睁开双眼，你是梦和爱梦的少年。嘿，你是奔跑的少年，
儿子，你是最棒的，把伤养好了，下次的冠军一定是你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下次了。儿子，我不要得冠军，我要去省城找我妈。再考虑考虑，再考虑考虑。月红的脚伤还没好呢，下个月的选拔，月红不用去了，直接参加五月份的省青少年运动会。对对对，机会的确是太难得了，而且对孩子特别好。您再想想，再想想啊。哎，岳师傅，岳师傅，这次数学又是不及格，回去我妈又得练嘴皮子了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不知道，得脚好了再说。你不是老想着去省城吗？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谁说的？谁说我不高兴了？啊？那你还会回来看我们吗？会的，我说过，一定带你去省城玩。佳妮啊，你就再借我一点吧，等我攒够了钱，连同上次的一块还给你。哎，上次的钱你就别提了，那也不是我的钱，我现在真的手头紧，真的。我也不借太多，月红去省城，兜里总不能没钱吧？要不叫上毛头他们，咱们再玩一次。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！他们上次不知道咱们俩做客赢钱，要是知道就不止你脑袋流血了。哎，1000块钱你拿去啊，这我拿来，你记得还我。啊，太谢谢你了。哎，你上次为了留住月红，这次要是送她走，她要是去省城了，她还能回来吗？啊，行行行，不问你家里事，你赶紧走吧，待会儿毛头找我来打牌。三哥，聊聊吧。我刚才听见你跟妮儿的对话了。最近哥们手头缺点钱，怎么样，救一救一兄弟？我哪儿闲钱啊？要是老徐知道这事儿，三哥，你是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人，啊？来玩吗？玩啊，不是等着你们吗？他们人呢？我刚才听到你跟老三的对话了，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老三的钱你们不都拿走了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老三的头是你跟老徐敲的。光拿钱有什么用？你比我了解老徐，
他出手比我狠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怎么办呢？要想一笔勾销的话，赔我一次。你有病吧你！啊，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以为你跟岳老三点破事我不知道？那闷葫芦你都能接受，我差什么？啊！你走开！我差什么？啊！又不是第一次，装什么装？大家注意一下，同学们，上完今天的课，月红同学明天就要去省城集训了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预祝月红取得好成绩，为母校争光。好了好了，上课了。给我，会回来吗？会的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多吃点儿，到了省城之后啊，就尝不到爸的手艺了。省城的东西贵啊，我这都是给你买的，都带上啊。爸，我呀，没什么本事，对不起你妈，对不起你，还对不起妈。现在就剩下你了，我也不指望别的，
就希望你能有出息。到了省城以后啊，自己好好闯，给自己争口气。病人的头部以前受过撞击吧？前段时间他被人打了一次。多久的事儿？就是前几天。这幼儿一中已经有了加位性病变，视力和听力下降，反应迟钝，这都是颅内高压的症状。这是脑部受伤引起的吗？也不全是，多少有点影响，应该有段时间了。你们是他？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再做个磁共振吧。如果是神经胶质瘤的话，联系他的家属，尽早手术。我没事儿，
是没事儿，可大夫说了，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你说你要是早点来不就好了？哎，伯父伯母来了。哎，要来了。别动，来，坐吧。哎，坐。坐坐。拿着，住院开销大，用得着。来，拿着，拿着啊。坐着。哟，还活着呢。我还以为赶不上看你最后一眼。怎么说话呢你？这还是好听的呢。建军怎么惹你了？你这么说他？你先把你那些破事烂事搞清楚再说。你直接说我是个烂人不就得了吗？你让我跟佳妮单独谈谈吧。小宝，对不起啊，有意思吗？我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看见了你不去制止，你还报警，你让周边所有人都看见我被强奸了呀！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怎么现在还这么窝囊，跟当年一样啊？你不是不知道毛驼那是什么人？我有家。我还有孩子呢，你家在哪儿啊？你老婆在哪儿？你孩子在哪儿？幸好月红不像你。你什么时候能够活出一个男人的样子来？佳妮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活得窝囊，所有人都看不起我，就连月红都看不起我。艳红怎么了？我现在就剩下月红了。我一直想做一个好父亲，但我这命啊，没什么希望。欠你的，我下辈子一定还。我不要你下辈子还。你这次要是没死，我希望你能够活出个男人样。注意姿势，停停停停！不要依靠腿部力量，手和脚要协调，明白了吗？再来一次，好，快，加快，再快点！来这这么多天了，哪儿也没去。咱们去逛逛吧。算了，不去了。想家了吧？你知道吗？咱们家就在山那边。月红，你电话。喂，月红，你爸爸生病要做手术了，他不想让你知道，他已经将你取代。月红，怎么办呀？都是各位。预备。
脚下有风，摇摆回忆一片片，远山并不远，用力去追，你在晨和光的天际线，心底有梦，摘下繁星一点点，远方有多远，睁开双眼，你是梦和爱梦的少年。嘿，你是奔跑的少年，沙就在你的身前。嘿，你是奔跑的少年，耀眼就在闪电。你是跑过光阴的。